万夏，哎，谢谢张小黑，谢谢石哥，王波，哎哥，鲁智飞，哟，我的呢，石哥，我把你给忘了。哎呀，师哥，您就别跟我这卖关子了，您快快快等。不是这儿呢吗？您给我吧。不是，这是我的，小青儿，我的。那我的呢？你来园子晚，答应给美人的时候，那时候你还没来呢。哦。哎呦。哦，合着发了半天，压根没我的呀。嗨，不是，是那个青儿，我跟你说，这扇子啊，挺重要的，而且你来时间短，师傅也是为了考验考验你嘛。这么着，你拿师哥这个来，拍个照发朋友圈。你以为谁都跟您似的那么臭显呗？哎，真是你，小谦儿，达飞哥逗你呢。师傅特别大方，经常给徒弟们礼物，到时候肯定有你一份儿。真的？真的？什么时候？上回是16年前。走吧。你别看我，下礼拜开场画扇面，我得用它。我呀，算是看出来了，平时一个个的假模假式，跟亲兄热弟似的，这一到关键时候都靠不住。谦儿，不就把扇子吗？师哥给你。真的？大的、小的、色深的、色浅的，随便挑。你看这多棒啊！这个，这不错。就您这些破家当，留着当古董吧。不要啊，我也有拉倒。谢谢波哥啊。小谦儿。师哥，这把给你吧。师哥，您怎么也跟他们是逗着我玩啊？我没逗你，我那老的用惯了，这我也用不上，真的。是吗？你拿砸了。还是陪老大爷师哥风范。岁寒知敬节，哎，知道什么意思吗？那里边藏着咱师哥的名字，知节，说咱们师哥呀有岁寒三友的节气。哎，看我们这都有，袁副使、定风波、知非心自喜，里边一个。师哥，我还您吧。这不要，拿着吧。不是给您，我就是好奇，想看看。其实我也不是非得想要这扇子，主要是来社里这么久了，连师傅面都没见过。也不知道他老人家知不知道我这个小徒弟的存在。你放心，师傅头些日子还说呢，看那活见长没见长，惦亲自给你看看。是吗？那可不，回头说说，给你来把扇子不就完了吗？啊，有这句话，我等16年都不怕。京城啊，北京城，哎，实在威武。我去！半夜不睡觉，你又穿这身吓唬我？我就是来听听曲儿。你大大方方听不完了吗？你这是去去。这，我就是来听你唱曲儿的。听什么唱曲儿啊？你奔扇子来的？是我这晚霞，你再让我看一眼行不行？看一眼？就看一眼。一眼够吗？不得2天？一言为定。2天，谁跟你一言为定？哎，我可以给你写保证书啊。书，好吧。如有损伤，做半年家务。半年？3月吧。北京城来实在威。3月。我去，3月。3月啊。保证人，写上自己名吧。徐小谦。哎，合同贴墙上啊。好，别忘了啊。哎，哎，这是师傅亲手做的扇子。你放心，我会用生命保护他。就算我没了，他也得在。谢了。你一个冷血动物，要什么扇子呀？
你不冷吗？瞧把你精鬼的，说到底也是一把扇子。懂什么呀？一把扇子，这对于我们相声演员来说太重要了。你看，我们平时在台上拿它，哎，在手里一拿，这是什么？这就是笔。打开了，这就是书。哎，这么一压，这就是刀；这么一拿，就是棍；这就是枪，这就是剑。怎么样？哎，这扇子在我手里是不是就更帅了？哎，你等会儿。万象归春，这扇子是人小万的吧？不是，小万有什么关系啊？小万叫万夏，万象归春。万象懂什么叫万象归春？万象归春说的是我们万春社名字的由来。为什么我师父给我写这四个字呢？在我师父的心中，我是万春社的未来。哎，你看着点儿。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没见着。墨姐，两杯拿铁。好，马上来。这服务员都什么眼神儿？我跟你说啊，你这把扇子要真这么宝贝的话，就别总拿出来显摆了。回头真让你给弄坏了，你可就再也感受不到你师父的爱意了。什么叫显摆呀？我就是拿出来让你长长见识，知道吗？不爱看拉倒，我走了。你回来还要感受一下爱意啊！你的小包包，这叫上个套，什么都不懂。我的扇子！哎呀，扇子！小倩儿，人没摔着就不错。是谁把拖布杆放这儿的？这我放的，怎么了？你赔我扇子！你在玩什么呀？你赔我扇子！这事儿不赖我，是你自己摔着的。不赖你，赖谁？徐小倩，我还扶了你一把呢，你连个谢谢你都没有啊！还敢狡辩！今天你不把扇子赔我，跟你没完！我把我那把赔你不就完了吗？这，你那把管什么用？哎呀，我打！那把是小万的，什么我的？多大人了，还玩骑马打仗呢？闹着玩呢，我们。哦。哎，你干嘛来了？我待着没事干，我跟三哥练会儿。啊，哈哈。哎，对了，啊，下周之前把我那个扇子还给我啊，我得演出。哦，是，一定还你，一定还。你那扇子让出。我扇子怎么了？你那扇子让我借给周末了。嗯，你怎么随便借给别人啊？弄坏了怎么办？我不会弄坏的，我这就给你要回来。你那扇子让说，来，奇奇怪怪，周末要扇子干嘛呀？哎，我有主意了，哎，一会儿我天。你再回大堂，重新拖一遍地，拖得锃光瓦亮的。然后我把小万叫过来，还他扇子，趁他把扇子接到手还没拿稳的时候，拿拖布杆给他两下。
只要他摔得精准，咱们俩配合得好，扇子能再掉一次，那这扇子不就是不是从我手里掉下去的吗？太棒了，这样你是没事的，小万不得恨死我。哎，哎，我又有了什么呀？又有一个办法。你不是咱们师兄弟里你跟师傅关系最好吗？你再跟师傅要一把一模一样的不就完了吗？我再找师傅要一把啊，也行啊。那师傅到时候肯定问我，我给你那把怎么弄坏的呀？我就说你不行，你不能说我，我跟师傅连面都没见过呢，我得在师傅心中保证一个完美的形象。那我怎么说呀？你弄的，我弄的。对，我了解师傅，我承认完这错，我不光拿不着新扇子，我还得挨一顿骂呢。那你说怎么办？这不行那不行，怎么办？反正你得负责。徐小谦，本身很简单的事儿，你为什么弄这么复杂？听我的，咱俩去跟小万道歉去。我跟小万道歉去？对，我怎么说呀？我说小万，我把你扇子弄坏了，掉水里了，而且还是脏水桶，你知道后果是什么？徐小谦，我万下饶不了你。小万，我错了，小万，我真的已经很好的保护你的扇子了，我没想到这是小黑。你自己看看谁来，你吓死我！好啊，你徐小谦，你竟敢把师傅给小万的那把扇子弄坏了！你呀，你是地上的祸不惹，你惹天上的祸啊！这事还是赖你搭档吗？不是？哎，这跟他有什么关系？无赖好人，你还我扇子！哎，你别冲我来啊！还我扇子！你别冲我来！行了。不就是把扇子，你至于的吗？你怎么不至于啊？我给你想办法不得了吗？你能有什么办法？哎，你别说，我还真有一办法。过来，慢点儿。哎哎哎，嚯，倩儿，哎呦，到了，大师来了。哎，大师好，哎，你好，你好。哎呀，这个屋这个光线怎么这么暗呢？怎么舍不得开灯呢？您把墨镜摘了就好了。我，您戴着墨镜呢。哦哦，是是是是。哎，倩儿，我给介绍一下啊，这位是有名的书法家庄大师。大师，这就是我的朋友小倩儿。哦，哎呀，年轻有为，幸会幸会。您坐您坐。哎，好好好，不客气不客气。您慢点，您慢点。哎。你请这大师靠谱吗？放心吧，这是曼曼他爸的至交，有名的书法大家。哎，每年他们家胡同里的春联都是他写的。春联？你小点声。哎，小包子，哎，小包子，小包子，哎，你不是说让我给你这个朋友写幅字吗？啊，对对对。那东西呢？东，啊，对，小倩，东西。哦，这儿是。那大师您看。哦，好，好，好，我来瞻仰瞻仰。哎呀，眼神不好。看，哎呀，万象归春啊！对对，哎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啊，就是让您按照这个再描一幅一模一样的。啊？哎呀，这怎么可以呢？我怎么能临摹别人的东西啊？啊？我那不是抄袭吗？哎，不是，啊，大师您这不可以的。但是您这话严重了，您这哪算抄袭呀？最多呀是一致敬。哎呀，那也不可以嘛！你想，我是书法界的老前辈啊，那我怎么能向个年轻人表示致敬呢？不啊，有失我的尊严呐！您先消消气儿，哎，您先坐下，您先坐下，您先消，您不知道怎么回事啊？也不是说呀。让您刻意的去抄袭，怎么回事呢？嗯，我这哥们儿啊，头两天刚结婚，嗯，不容易，也是惨，娶了个母老虎，哎呀，在家把他管的跟个孙子似的，可是偏偏这把扇子是他媳妇的嫁妆，嗯，弄坏了，挨顿打不说，弄不好啊还得离婚。您说您就只当是发发慈悲，您就帮帮他。大师，您看他不容易。小波子，哎，你呀，心太善，热心肠嘛。不过我写字可不能白写呀，我是要收一点费的，还要钱呢。这叫什么话？这我们大师这字那一字难求，哪么都花呀你？大师，您说多少钱？哎呀，
收费不高啊。这个数才100。好，100就100。啊，不不不，不是100，10000。您抢去吧您。哎。哎，你这什么意思？不不，您不是，你看这什么意思？您先别走，您消消气儿。我这朋友不懂事儿，我跟他说，您先等我来。您等会儿。怎么回事？你还要不要扇子了？扇子我是想要，这大师出手太黑了吧？他不是他那墨水是从心里流出来的。你管他墨水从哪儿流呢？咱先把要紧的事儿解决了，钱的事儿不行，回后台我们哥几个给你凑啊。行，阿姐好。大师，嗯，我这朋友同意了，同意了啊，同意了。得，看在这个曼曼他父亲的情分上，我就给你写一副。哦，行，那您开始吧。哎，他这什么意思？这你就不懂了吧？我们大师写字不靠毛笔啊，拿手弹。哎，这能弹明白吗？哎呀，小伙子，这你不懂了。我积几十年的大成，练成了这首绝门绝技。哎，我弹的时候，你看，只要一蘸墨，把它弹在空中，你看那个墨点在空中任意的飘荡，忽悠，忽悠，忽悠，听多能忽悠，落在纸上，那就是一幅优美的作品。您先坐。我好不容易弄了一把跟师傅的扇骨一模一样的，别让大师给弄糟践了。你这话说的就客气，我好不容易给大师请来的，哪那么多话呀？哎，行了，别说话了，少说话。大师，那个您受累哈。那我就给你弹一副。好。我先要行一行功，运一运气，还要念一念口诀：一弹弹儿，二拱弦儿，三打鼓，四要钱儿，苹果片儿，山楂干儿，炸灌肠来两盘儿，炒肉丝儿，溜肉。您等会儿吧，啊，大师，是不是？没吃饭来的呀？你哪那么些话呀？说都是吃的，跟写字没关系。我这是运气呀、啊，运气呢我们。哎哎，注意看啊！哎哎，我现在要开始弹了，啊，注意啊！我开始弹了，注意，我可弹了啊！我弹了！哎，大师你怎么了？快打120啊！师傅，为了不让小曼生气，我只能对不住您了。这小波给你找的都是些什么人呢？这可真是名副其实的庄大师。你能少说两句吗？瞧你这拿笔的姿势，能写出跟那扇子上一模一样的字儿来？你是不是有话没地方说了？你呀，要是想写出跟这上一模一样的字儿，少说也得练10年。啊，10年？我废了，死定了！这次怎么办？要不我试试？你？嗯。你快别捣乱了，你。怎么办？我都写不出来，你能写出来吗？我师傅的书法可是自成一派的，就算你练过2年，你也模仿不来。哎，完了，彻底完了。要不我还是溜了吧。不行，我还没有成为最优秀的相声演员，我这不能。过来看看吧。啊？看看。你写的？啊，你可以啊。那当然了，我小时候呀，可是跟我爸练过10多年呢。哎，那你能在这上给我写一个吗？那我可不能白给你写。
1万块钱一个字儿，你跟老头抢劫去吧你。嗨，我不要你的钱。要什么？什么呀？我要你给我当一个月的免费服务员。吓死我！我以为我跟只要不要钱，怎么着都行。谢谢。哎呦，吓我一跳！扇子给我吧，明天该演出了。啊，那个，我明天一定给你。干嘛明天？现在给我多好啊！你再让我用一晚上，我不行，我得睡觉了。几点呀就睡觉？你怎么了？扇子呢？啊，在这儿呢，拿过来。看，哎哎，那个小爸，我跟你说呀，这事儿啊，赖我，真的赖我。因为什么呢？因为我不仅在小谦犯错的时候没及时能拉住他，我反而我给他出馊主意，你知道吧？你别生气，我跟你说，小爸，这事儿也赖我。哎，我要不擦地，小谦摔不着，小谦摔不着，扇子就不会坏。你要生你就生我气，行不行？赖我。你们都告诉小爸了。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了，现在轮到你说了。我说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可说的呀？扇子已经拿回来了，你们看。哎呦，行啊，谦儿，哪儿找的写手？比庄大师写的强多了，这个跟真的似的。什么叫跟真的？也就是真的呀。徐小谦，怎么了？撒谎是吧？我真没说谎，这就是师傅的扇子，你看看。谦儿。你就招了吧，不见棺材不落泪是吗？不是，我真没说谎，我发誓，这绝对是师傅给你写的扇子。你看这上边有师傅的，哥，这师傅给你提的字儿啊。您跟老大说一声，晚上换扇面我不唱。别，你干嘛去你？不唱了，那你要干什么呀？我说单口。小谦，你罪过大了你。怎么就我罪过大了呢？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怎么不信呢？哎，快演出了，都是戳着干嘛呢？你这扇子还没给出去呢，是不是不舍得了？师哥，小谦那扇子是假的，小谦把小歪那个真扇子给弄坏了。不是假的，这是我给小谦的。啊啊，你没跟他们说呀？怎么回事，哥？他不是把你那弄脏了吗？这是你爱干净，找我去问师傅还能不能给做一把。结果这块料啊，只能做一把的，有你的没他的，有他的没你的，最后还是匀给你了。师傅知道以后，这师兄弟就得这样，特意还夸他的。这事儿你怎么不说呀？我说了，说了你们也得信呢。该，谁让你有事瞒着我们呢？扇子给我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干嘛去？画扇面儿。哎，师傅还特意跟我说了，有你这样的徒弟特别欣慰。是吗？谦儿啊，我得夸你一句，为师兄弟能有这份情谊，我大飞敬你一杯。我干了，你随意。哎，行了，你就别夸我了，你也别夸我了，你们俩都夸我，我该骄傲。我说的不是这事儿，虽说庄大师最后没事儿，哎，但庄大师那医药费你得给我报了啊，听见了吗？别忘了啊，小谦儿，我就不夸你了，但是周末啊，让我给你带句话，让你下班上那儿端盘子去，你又有兼职了。我的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哎呀！哎呀哎呀呀呀！我要上台啦，嘻嘻哈哈，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巴拉巴拉巴！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！我要上台啦。
嘴皮子的功夫可不能含糊，从来是冬练三就下练三伏，学必须得像模像样，拿来北往一张嘴就听到你的家乡，都开了包袱都捞了师傅，小声是观众最好的礼物，唱杭州美景盖世无双，奇花异草四季的清香。你看这是哪儿？这是我新生活开始的地方。赶紧把明天台上的词儿多背几遍，都在脑子里的，错不了。上台了，大伙儿找观众去。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，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啦吧啦吧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，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啦吧啦吧。走在大街上我有点迷茫，人潮的熙熙攘攘慌慌张张，夜深人静我进入梦乡，看见了一个地方，醒来很久了都是那么难忘，他闪着迷人的光，我心驰神往，从此我愿意为他奔跑，为他疯狂，再多的汗水再多的彷徨都不怕，只为了灯光照在我的身上。师傅说只要一个观众要过来，今天来几个人咱都比他怎么说，待会儿上台第一句话说什么我都想好，不是你比。亲爱的观众朋友们，我想吃你们了。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，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巴拉巴拉巴，哎呀呀呀，哎呀哎呀呀呀，我要上台啦，嘻嘻哈哈，嘻嘻嘻嘻哈哈，您就瞧好吧，巴拉巴拉巴。我心底有一个愿望，望欢笑在每张脸上绽放。